零四的，你如果是说你不扣纽扣，我是觉得是 OK 的，只是说你只是披上去，那你要扣纽扣的话，我们这些上围就不要超过100，100相对是有一流空间给你了的哈，不会勒，不会压胸，然后是说不会爆纽，毕竟这种我们需要一流空间给你，里面可能会有一个打底，你再披一个上去，所以说穿上去只要没有超过我们提供的尺寸都可以哈。那是宝宝的。来，短版的风捞版 ，OK， 会是 MBS 57，价钱是89，89非常非常。会给你们的价钱啊，只要89而已，找不到了了哈，这种。真的是热死宝宝了，非常重。我身上穿的是打 coffee 啊，再来这个 camel color 驼色啊，然后另外一个色是黑色。三个色是属于这种风捞版的经典颜色，短版的款式啊。其实我觉得这两款啊，它扣完之后它是另外一种风格来的哈，这一个哈。所以说主播身上这个是什么色？大 coffee。大 coffee 啊，主播身上那个大。那穿靴好看，趁这件裤子穿靴，啊、把裤脚遮起来。我去搭个短裤，我今天不短，有很短短的短裤吗？没有。就是你要搭靴啊，搭靴是好看的。这件裤子搭靴很好。不是裤子，你不是介绍的上衣吗？必须搭靴，必须搭靴。我热死我，冒汗了。这种如果是说你单穿啊，十多度肯定是没有问题啊。你说几度那些这个都没有上个星期来的这么的厚啊。你几度那些必须里面肯定是要有一个打底在里面 ，OK， 需要打底 ，OK， 三个色而已。OK， 两个深色，一个驼色 ，OK， 我身上的是打 coffee， 它前面啊这边的纽扣啊，这两粒纽扣是方身的，腰带是搭一起的 ，OK， 这个腰带搭一起，这两粒纽扣是方身的 ，OK， 来打开先啊，打开你给你看是怎么样的。我的数量很少而已啊 ，OK， 来打开是这样子的，所以像他助理讲啊，如果你扣完，你上围没有超过我们提供的尺寸，他不会说没有空间给你，是会有 ，OK， 基本上超过那个尺寸的话，你不扣的话是可以的 ，OK， 不扣的话是可以，长度刚刚好遮到 hip 的那个part，可能说有些人我不想找太长版的，这个很适合啊，秋天的话你不想长版吗？因为这样比起长版来讲，你会比较容易照顾啊，你坐上去它不会这样，对，就说。说你们找的比较短版的，这个是应该讲我们应该会是唯一的一个款式，对啊，有没有就不确定。然后呢，这个啊，我接着说，它可以两穿，你看，它另外一种方法就这样子、啊。它这边纽扣也是可以扣的。对，它这边是可以扣这边的、啊。你讲一个洞，两个纽扣。啊，对，它两片啊，所以说你们没有开胶是可以穿这样子，然后你看啊，它是可以这样子扣完上去。所以说这个款式，这版型是纯新，我们之前有过，完全没有过这个版型啊 ，OK， 它是纯新那个款式来的，所以说找这种短版的不要错过。因为有些人为什么我们会带进来呢？因为有些顾客就说，我不要长版的，有短版嘛？对，短版的来了，就只要这个价钱，只要89，可能三个色里面一样，我们不推荐哪个色。三个色呢都是属于它经典色。那么呢说，如果你只允许买一个色的话，我建议你带走黑色。黑色来讲，所有的颜色的衣服你都搭不搭，毕竟说有些时候我的行李箱就不能带的太多，我只能带一件，那么你就选择带走黑色。然后呢，你要穿起来要有比较复古，比较有故事感啊，带着主播身上的卡其camel color驼色，你一走出来就会有种很有故事感的感觉 ，OK， 区别就在这边 ，OK， 只可以选择一个色的，带着我身上这个黑色吧，要有比较故事感、比较复古的感觉，驼色是不可以错过。还有一个就是说中间的颜色，想要显瘦的来，可是想不想这么的沉闷，可以选择这个一样哈、啊，这个还是有复古感啊，对了哈。来，我为了这个 camel color 驼色 ，OK， 前面有口袋啊，你看啊，驼色的感觉整体就是说会有复古感啊，也会有那个故事感的感觉，所以说给那些说要比较复古的这个颜色不给出。它一样，后面有那个挡雨的 ，OK， 后面这边有多一片 ，OK， 后面有多一片，前面左右两侧有口袋，整体穿起来它是很帅气的。它比起我们之前的这个几期的，它这个没有这么的重啊，没有这么的重、啊，然后说这件呢十多度就是说应该讲十度到十多是可以的，在如果是说再冷的话就冷了，就不冷了，必须要有打底，打底要打底比较多件，可是那十多度还是有一个微的保暖打底在里面，你再披这个上去是 OK 的。我现在是冒着汗啊，因为真的是会保暖会热 ，OK， 它真的会热。我身上这个是驼色 ，OK，
想要穿起来不一样，应该这么说了，三个色里面这个颜色是属于比较浅 ，OK？ 它的纽扣，你看它这边它有对立纽扣，这边是可以扣的、啊，然后这一边纽扣它是两个洞啊，都可以啊 ，OK？ 这样子打开的话是这样子的，整体它穿起来跟我们之前的版本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啊、它属于一个中长版 ，OK？ 中长版 ，OK？ 不是中短，中短 ，OK， 这个是属于短版了啊。对我来讲，它是属于短版。Okay, YT 底的是 coffee，Catherine 底的是黑色牛仁。腰带搭一起，袖子那边一样是有它的那个带啊 ，OK。然后说这个版型是纯新的啊，之前是完全没有过，它就是一个两串的款式哈。有些款式哦，真的是很不适合在马来西亚穿的，就像我的靴这样，我觉得很热啊，我的靴，穿了脚也是会热。加上我没有穿袜子 ，OK， 所以年尾接下来啊，这几个月要出国了 ，OK， 买这送这些 ，OK， 你可能再多几期来找就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对，为什么呢？它就是一批啊，每一年就是这样子的，你们不要 last minute 找啊 ，OK， 你不要 last minute 找，之后你可以再 last minute 找，外面大牌三五百 ，OK， 甚至六七百也见，就像我们家这些。不到一百块，所以说你将要出国的需要到的，你买了收这些呢、啊，因为你之后找肯定是没有了。我们再可能再多几区就没了，是就没有了它，我们收工了它，厂家也没有货了的，因为我们会比人家早个两三个月推出，所以说买了你们收这些、啊。我身上的黑，就像朱莉讲的，如果你的 luggage 不允许你带太多 ，OK， 就带走黑色这样子来搭吧 ，OK， 三个色 ，OK， 开门。黑还有打 coffee， 想要显瘦的比较轻盈的比较出彩一点，对，相比啊，它会比黑色来的，它一样有显瘦，很难取舍、啊，对啊，很难取舍啊。OK， 这个 okay, 这个是打 coffee， 然后这个是 caramel， 上个礼拜我们有很多顾客找这个颜色、啊，所以说你要有比较复古故事感哈，带走这个驼 色 ，OK， 驼色是必须的，还有就是说经典色好搭，肯定是黑色，然后就说。要比较中间的那个卡中间的，你就带走 coffee， 是的 ，OK。MBS 57价钱只是89而已，整件是布衣的 lining 啊，它跟以往的 lining 是不一样，这件是会薄到暖的，十多度那些是可以的，可以啊，对 ，OK。加上说肯定挡风是没有问题啊。这个size想要下单打客和你要的颜色就好了 ，OK。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，冒汗了穿到。助理还可以很 steady 穿的，因为我里面那个穿的是刚才那个cotton 很舒服，所以就还好。来，接下来裙子先。另外一个上衣先好啊，这样子顺着上去。哪个上衣？马牛。啊？哦，来个马牛款的 basic 款的上衣 ，OK。我给助理穿去。要不要穿毛润STC 36这款是一样是 free size， 建议平时 SML 小 L 可以啊 ，OK SM 小 L 没有问题，上围可以到98，腰围可以到8。